元旦假期即将到来，花莲理想大地度假饭店特别安排了跨年晚会、放天灯、烟火等内容，可以让游客一同来迎接新年2021年的到来。想要来理想度假村一同迎接新年的民众，动作要快了，目前已经订房到80%满了。元旦假期有许多游客都会安排来到花莲度假，同时为了让游客感受新年到来，理想度假村度假饭店特地在跨年夜安排了许多热闹活动。今年就特别安排游客释放天灯，祈求来年能够平安顺利。今年跨年呢，我们跟往常一样呢，活动都非常的精彩。好，我们从放天灯开始揭开序幕，然后接着呢，我们请当地知名的歌手呢跟着我们一起嗨跨年，好，一直到12点呢，我们也跟全台湾同步倒数。那倒数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会释放烟火，好，那借由烟火璀璨呢，把一年的不好的呢，我们都把让它带走，好的呢，我们迎接未来亮丽的一年，这样子啊。连续假期来到花莲游玩的游客相当多，理想度假村也配合着中央防疫中心的政策，规划许多防疫措施，也希望民众来到理想度假村度假时能够有个安全的度假空间。记者林杰、宋凤香采访报道。